九龙塘有铁闸倒冧，一个男人被压伤送院。受伤的男职员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，现场是联福道浸会大学联校运动中心。昨晚十点几，一幅3米乘2米的大闸倒下，压到一名男职员，途人发现报警，事主获救之后清醒送院，警方封锁现场调查意外原因。